萌萌小太子双人款加汽油的代步三轮摩托车今日发货，一台 125cc 风冷发动机，一台 125cc 水冷发动机，需要跑远路开长途的可以选择水冷发动机配置，正宗前置水箱超强散热，标配都是轴传动，三轮都是碟刹铝合金轮毂，前后都是液压减震，用料扎实，操作简单，开起来非常舒适安全。萌萌17寸大轮版小太子，全手操作可以倒车，后小车斗设计方便装点小东西，前后都是碟刹，前后液压减震，驾驶安全又舒。150水冷，全直流发动机，正宗前置水箱，超强散热，苏州客户定制版本，右脚刹车，左手换挡，三轮碟刹轴传动，可以倒车，可以带人，可以拉货，可以爬坡，云贵川专用，操作方式可以定制哦，专车送货上门，整车发货。选手操作的三轮摩托车适合残疾人、老年人，卧室 125cc 立分发动机，轴传动可以倒车，手刹手换挡杆，仪表上有档位显示，油量显示，太子是前油箱，油箱容量9升，靠背可以折叠，单人座秒变双人座。雄风助残车专业生产机动轮椅车，雄风小公主款燃油助残车专为双下肢不方便客户设计，前方双层大梁设计，保证发动机散热风道同时，尽量降低了上下车通道高度，让更多双下肢不方便客户还有穿裙子的女性驾驶员上下车更方便安全。